来人了，这儿休息不了，咱们赶紧走。是我们团的人来找我们，现在敌我不明，你说不清到底是哪儿的人，咱们先赶紧走吧。哎哎哎，站住！李正，别那么紧张，一定是我们团的。找我们？那哪说得准呢，团长？ 没时间观察了，等敌人仔细了，看到咱也跑不了了。让我走吧！跟上，跟上！二娘，没路了，没路了，可以把我放下来了吗？啊？ 宁死不做俘虏了吗？哎，没错。可是啊，那个中国也句老话叫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”，等等啊，阿土，团长，你知道狼牙山武装是吧？ 是自己人，啊，下次注意，啊，这次叫错了，啊，下次一定注意。没错，是他错了，啊，回去让我怎么处分你？别，先别处分，等等我啊。团长，团长，青哥，叶兵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敌人打进来了，咱们新兵连血的东西一点没白学。 走，咱们打仗去！哎呦，我这个脑子好！不是咋的了吗？敌人打进来了，咱们赶紧打仗去啊！打仗？好，给他们来点刺激的。是，李参谋，这。 伤着了，左臂骨折，肋骨。
老子干死你！这小子我喜欢，继续揍他们！我需要你帮忙。啊！啊！炸死我了！别动啊！ 刺激，刺激死我了！啊，问你，那兵叫什么名？李二牛。李二牛，我知道那个。何成光。何成光，那个。王彦斌。何成光，王彦斌，李二牛。对。要希望。铁拳团有希望。对。让他们看看，还想砍我？不吹牛他能死啊？我三个列兵他都对付不了。是。这三个，每个人都记功。是。团长，你上哪儿啊？ 尿泡尿，回指挥所。可不是，指导员啊，这么贵重的东西就这样没了？没了。哼，哎，不会让咱赔吧？赔个屁！他以为他那金贵啊，想欺负咱们，没门儿。走。 现在怎么办？继续斩首行动。还去啊？我亲自带队去。哎，吴昊，你是赌气还是说真的？赌气，也是真的。你到机场等我。跟旅长报告一下。是，明了，走。是。什么叫自作自受啊？ 我给了你三个兵，最难受的倒是我。